欢迎收看《喜人奇妙夜》之特别节目《喜人迎奥运大笑运动会》。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特邀裁判员，他太帅了！我人生第一次在夏季奥运会看到王蒙老师。下面请和我一起宣誓：我承诺狠狠跑，加油！夸夸跳，我天哪！三次来参加奥运会的。哎，想要的一个，就这么秒啊！对上来了！哎呦我跳真高哎！太强了！啊，团长！这个夜晚，喜人迎奥运大笑运动会正式开始。我干什么都是第一，我一来我就红牌罚。行行行，兄弟，别闪，别闪！哇，跟他同归于尽！绝命双五星，小女孩现实的终极对决，这是真爱呀、啊！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完全没有规则的比赛啊！非常标准，吕岩老认真了，看看吕岩，太认真了。团长稳住！团长射中就行了。啊！哈本轮短道魔王冰上冠军王蒙加入你们参与比赛。哦，那职业运动员来了。他们冠军队又选了一个冠军。哎，哪条道换成冰的？哪条道换成冰的？蒙姐可以用轮子啊。我呀，我觉得我还有一个技能。好。知道绝命双子星，你滚！犯规啊！裁判呢？我没有哨。你看，高超高越与一次黄牌警告。黄牌啊！没事。对，就以他俩现在这状况，黄牌都没怎么着。不是，我撕膜，你撕下面，不是，不是，你老撕都撕不开吗？手忙脚乱，直接撕一半。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
欢迎今天的特邀裁判员，冬奥会短道速滑冠军王蒙。第一次在夏季奥运会看到王蒙老师，我就没见王蒙穿短袖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王蒙，也是我们今天本场的这个裁判员，所有的这个哨音和红牌都由我来出示啊。对，现在可以进行一下贿赂，我把码拿出来。但是我没带手机呀，你特别好。这里面你有认识的人吗？哎呀，就是喜欢的人很多呀。严鹤祥老师很有名儿啊！你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王蒙也会觉得很奇怪，以严鹤祥老师的身材，居然能参加运动会。谢谢谢谢，我们赢了已经。蒙姐这边有熟的吗？这边我看过喜人的很多，然后呢，感觉这个都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脸庞，是吧？就是逆奏凯这三个字旁边的吕岩，你熟悉吗？哎呀，看起来好像长相就自带一些喜人效果。是因为他最近这不是这边那个王天放、哦、王蒙，以你的眼光，你觉得王天放长得帅吗？帅吧啊，就是帅的话肯定是很帅，能不能今天在运动会当中展现一个阳光的帅，看你这个表现了。行，看你这个表现了，感受一下吧。 OK 了。行啊，好，那谢谢王蒙，我们接下来有请王蒙为我们宣读喜奥校运动会的大赛精神。喜奥校，当人请睁眼，当人请杀人，狼人请闭眼，预言家请睁眼。本期戏团是逆奏凯，但没想到他们第一次聚会竟吃的是三货饭。其实今天这个还挺那什么，因为你们即将就是要回各家，自信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。事已至此哈，那就放心爆料，今天就贴脸了啊！在这创牌，每天跟个鬼一样。别，你一世英名输在真诚上。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节目这么难。观众会通过这节目来总结我们为什么被淘汰了。甭管能说不能说的，就全都整出来。这是真的，医生说你这不是麦粒肿，你就是压力太大了。在节目里头还吐了。压死土豆的最后一根萝卜。